谢少女的灿笑。那你再下我拍。感觉太希望，我感觉太开心了。一二三，好，谢谢。这么早的外景吗？第一次，第一次，你几点出门？个前五分钟出门。怎么这么好？我在这边找到一间很便宜的那种，就是青年旅宿，上下铺的那一种。真的。我三点。下午三点。凌晨三点。凌晨没错，我们今天都是凌晨三点，出门，然后大概四点从台北出发，然后现在天才刚亮，市场人都还没出来，但我们已经到了。是的，而且我觉得今天能够来这一集的来宾，我真的觉得要跟他说一声谢谢。我们要90度跟他鞠躬。我们欢迎许梦哲，谢谢。我想请问你，为什么当初要接这个通告？因为呢，一开始我接到这个通告的时候，我也在工作，然后我就只是看了时间，然后就知道日期，知道了日期之后知道内容，我说 OK 啊，没问题。然后到最后呢，跟我讲说要出发的时间，我说我来得及改吗？他说我已经回复了耶，我已经回复，说 OK 了耶。我说啊，那因为我出门前晚上还在上通告，你到几点才下班？我到快10点吧。然后回家弄一弄之后呢，我就再把小孩子的事情弄一弄之后，发现已经1点半了，糟糕了，那我到底还不要睡？那你几点出门？2:45。不用睡。我这时候躺下去，然后呢，觉得才快要入睡的时候，我手机就响了。那你状态整个人很好。因为我刚在车上整个昏倒。真的，我睡到一个起不来。一下车第一件事情，我门打开之后就去买提神饮料。好，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参观他们到底有多会吃，一早起来，对不对？参观一下 ，OK 的。谢谢你哦，我今天加油。好，那我们吃到一半，如果有恍神的状态，就是请。对，如果我们彼此快睡着，就呼别人巴掌。吃到最后，怕四个人这样跟。对，恍神。就他眼神放空。要打对方，就不要睡。不要睡。好，大家加油。要吃很多之前，你们会有什么开胃的东西吗？因为有些人会有，就直接哦，厉害，人醒了，胃就醒了，这样。你要霸王吗？好啊，我来一颗。好，老板，我要加一颗霸王。谢谢。好棒，好棒。这个阶段呢，我们来吃的就是素食类的东西，到底多好吃呢？我们去看就知道了，走。素食你平常喜欢吗？还好，我喜欢吃肉。今天给他一个机会。好。因为彰化做素食好像很厉害，他们有常常一条街上大概有3-4家都在卖素食。哦，真的。给他一个机会。好。我们试试看。梦哲，你喜欢吃素食吗？我啊。平常不会吃。不太会吃，不排斥，但不会主动去吃。真的，但是如果人家讲说啊，哪一家素食餐厅好吃啊，或者什么这个厉害的话，我就愿意尝试。真的，因为我都会问彰化人说，你们为什么要吃素？你们是怎样吃早斋什么？他说没有啊，就好吃。就单纯是好吃。对，很神奇。可是我吃肉很过瘾啊。对，很爽啊。他们也觉得吃素很过瘾，而且这里素好像不太跟别人不太一样，所以我真的可以试试看。其实这个是彰化人的早餐，他们说这一个其实就很有饱足感。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豆类的制品，对，所有的豆干或者是豆类的我都很喜欢，所以刚一来知道要吃这个，我很开心。这个塞到肚子里面。哦，好，塞到肚子里面 ，OK， 好。哎，对。我来一点那个辣椒酱。帮你们介绍一下，它名字叫做蒙布朗，然后它是我们节目里面的那个幸运小狗狗，那是它阿公。
饮料，买饮料。我要两杯奶茶。两杯奶茶。嗯，我两杯。好，我三杯好。你觉得今天吃了前面两间口感如何？还不错哦。还不错。再一个热狗好了。一个热狗好。对。那冬天到了要喝什么吗？你看，这个一定不会是一个正常的逻辑的问题。冬天到了喝什么？呵护你。谢谢。好喝。大冰奶干杯。而且放含碎冰哦，好解好那个好解腻。肚子饿了，妹妹，你刚才已经吃很多东西嘞。你吃了六碗豆包汤，一个干豆包，七个霸丸芋丸。姐姐，你今天好漂亮。妹妹，你好会讲话。现在热狗吃小热狗。一人七个，计时开始。在地美食，好，云林西螺呢，出产就是米，所以在这边呢，米食就是贵，再加贵，很好吃。好的，那我们计时开始。就是有出名，就是我们的西螺米，真的，西螺米还有西螺酱油，然后加上我们特制的油葱，真的，然后蒜蓉酱这样。我觉得所有的门都应该让你敲，所有的门都应该要我敲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敲可爱。真的是这种臭男生在撩妹，而且这种撩也不会成功，真的，烂招的那种臭骗子。谢谢，老板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农博本，路来路顺。三十。哎，对。这个如果不是你有做功课，或是在地人推荐，你真的不会知道，因为它是在巷子里面的转角的旁边，而且你常常来会想说，哎，为什么昨天有，今天没有？因为它卖光了。哇！好，谢谢。我好像少女的灿笑。你先帮我拍。好，谢谢你们拍照。板娘太多话，板娘太开心了。你们是因为很想睡觉，很想回去睡觉，所以吃特快，是不是？那他说太好哭了，真的。谢谢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，真的，你好漂亮，谢谢，好可爱。接下来这一家是我从《庆祝大胃王》之后的第一季，我就跟他们说，我很想吃这个，如果我们有来云林，一定要吃，好不好？拜托拜托。在一季过后，到了第二季，终于来吃了，这么好吃，让你念念不忘。它就是很简单的味道。可能我当初太看不起他，但没想到，所以我就觉得反差很大。你当时来的时候是饿的状态，还好还好，因为事实上完再来，所以我前面已经吃过很多了。嗯，然后这个，他想说你们怎么找这个的？这个妈妈也会呢。他不会再淋个什么酱油什么吃？这都是味道，这味道蛮清爽的吧？对，是吧？对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好，那我知道。怎么样？我觉得口感有点介于海蜇皮跟豆皮之间的。所以你人生第一次是猪皮吗？炸的。嗯。猪皮的是卤味那种，很 Q 的，那不一样。口感刚刚已经吃完了九碗淡饭，现在在吃小菜。好，赞赞赞赞赞。还一起来跟我聊。今
天你看他们从早上一路吃吃吃吃吃吃吃，你一开始有不相信，然后到最后傻眼吗？一开始还没见识到他们的实力，就是说 OK 大胃王，然后到开始吃，然后一直吃到最后会想关心他们说你们还好吗？对，就是说你的胃有破洞吗？对，怎么可以装那么多？就想说这吃的那些东西在哪里？看两个其实也瘦瘦的，对，很强，对啊，而且早上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，泡芙还没有醒来，然后到现在已经整个人差不多回来了，快醒了，吃一次就醒了。你有觉得大胃王都怪怪的吗？就他们很会吃，然后常讲一些话，就想说你在说什么，好像不在频率上面。对，怎么了？我没有。而且他很厉害，是他除了吃，除了他也要喝饮料，对，饮料也喝很多，对，很强，感觉跟牛一样四个胃。而且我发现他另外一个强项，他不会流汗，他很耐热。对，他健身这么多，他都没有流汗滴汗，哎，很强哎。好，所以有没有觉得对他们的身体构造感到佩服？而且认识到那种真的厉害的大王，奇妙都女生，对，要比男生会吃，真的。对啊。但今天很谢谢你来玩，我也不会，然后这么早通告，真的谢谢你。对，下次我接通告，我会先问一下几点出发。拜托不要问，拜托先不要问。谢谢孟哲，谢谢。Then I must take one more picture. Okay, sure. Can you take it for us? One, two, three. Thank you so much. It's nice to meet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